走啦！哎，你好聲啊！得，哎，得閒飲茶。好啊。有啲嘢瞒住我，由细到大佢都好坚强，我冇见过佢咁样噶。无端端掉晒啲嘢，又成日都唔知去咗边。我健康过你啊！是上次拎住拐杖嗰个陈伯，他之前在街度扑到，好彩有个路人行过，帮佢做急救咋。如果唔系嘅话，喂，我今日几好运啊！哎呀，唔打啦，下次再见啦。阿妈因为陈伯嘅意外好感触，原来每一次再见都有机会系再也不见。咁好啊，迟啲再经过啊。有时以为可以迟啲倾过，你唔会知，可能生命已经悄悄掠过。人始终要走嘅，最遗憾嘅唔系离别，而系连住好好地咁道别啊。既然呢啲遗憾系可以避免嘅，点解唔争取一下啫？我学识咗急救啊，你有咩事我救埋你都得啊。出，你用水管。